来关心天气了。连假第二天，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，今天还是非常的热。气象局特别针对了云林、台南还有花东呢，发布了橙色灯号警戒，恐怕会有36度以上，甚至38度的高温。另外，在高屏地区，今天同样也非常热。还要来提醒大家，就是降雨的部分了。今天呢，水汽稍微比较多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午后山区的部分，尤其是北部地区，恐怕会有下大雨的机会。外出要记得要携带雨具。好，为你整理气象小叮咛了。今天水汽稍微多一点，在午后的北部跟山区会有局部大雨，到了周六东部地区也会出现短暂的阵雨咯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